定不会这么磨磨蹭蹭的。铁帅，让老奴再教你一招杀手锏。什么杀手锏？不知羞耻！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药味好重，阿征。小七啊，不是，我将出府办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这次可能异常凶险，所以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这么凶险，那能不能不去啊？不能。不过，如果你可以帮得上忙的话。比如说，跟我一起去，关键时候可以救我一命，你可愿意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去，你就想让我出府。我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我也不会强迫你。但是，小七，我想问你，你女扮男装混到季府，有好几次都被赶出府吗？啊，真这个家伙，为什么还愿意回来？真的。只是为了心里那件非办不可的事吗？不是因为其他牵挂？阿珍早就知道她是女扮男装的。哎呀，你要是这么问的话，有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主人太大方了，没事就打赏我，为了这些钱我也得。那只是为了这些打赏，不是为了别的？比方说，我兄长，怎么可能？他这个人啊，喜怒无常的，还总爱打人板子。我现在屁股都疼着呢。那你天天在他面前侍奉，岂不是很辛苦？哼，对啊，我可辛苦死了。我现在见到他，我心脏总会停几拍，你知道吗？我听你这么说，怎么那么像少女怀春啊？你确定你是怕他，而不是？绝对不是。你看他这个人吧，也就长得还凑合，其他的嘛，没半点可取之处。冷面冰山，一板一眼，还只会舞刀弄剑，半点不懂浪漫。你说哪个女人会看上他？除非找自虐。就不像您，幽默风趣又可爱。你别激动啊。小七，啊，你觉得女人都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啊？什么样的男子？我觉得吧，
怎么也得配得上“风花雪月”这四个字吧？风花雪月，为什么雨非要是透明的呢？就不能是粉红色的吗？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说胡话呀？我反而觉得很可爱。帽子歪了。啊，帽子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兄长。小人帽子歪了，小侯爷在帮我正帽子。那也不用靠那么近吧，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？啊，我是说这男女之间都有授受不亲之理，何况你们两个大男人在一块靠那么近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兄长，医者面前本来就没有那么多规矩可言，不然怎么给患者把脉扎针？这些都是非有肢体接触不可的呀。你要把脉扎针，府里不是还有丁太医吗？换个人。兄长是不想我来找田太医就诊？兄长是觉得田太医医术不好吗？没错，他就是医术不好。我医术不好，您还总找小人看病，那您别找小人了呀。谁说我找你了？我是找阿征的。找我？是啊，我有事跟你谈，跟我走。哎，走。哎，杰帅今天怎么了呀？反噬。兄长今天太过反常，竟然连男女授受不亲都说出口了，莫非小七的身份露馅了？兄长，不是说有事要交代吗？为何迟迟不语啊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说说你吧。田七那个人一身市井气，说话又浮夸，你就这么跟他谈得来？在我看来，这反而是他率真可爱、不拘一格之处。我与兄长不同，我游历江湖，见惯三教九流，他这样的人正对我的脾气，所以我之前才一再向兄长讨要。如今听兄长这么说，似乎是对他不太满意。